编织正面的时候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。第一针是下针，针尖对到针尖，挑过来，挑过来，把这根线从针的上方拉下去，把一针拉成两针，正面行编织下针，直接编织正针。这里我们来数一下前片的针数，前片这里这个位置我们是需要排花型的，麻花的针数儿童款是固定的8针，成人款固定的12针。视频里面是编织的儿童款麻花的针数是8针，如果是编织成人款，那麻花的针数编织12针。我们来数一下前片的针数，这里是7针的门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里有9针，这边是1针的上针，花型右边的1针上针，8针的花型，左边这一针加针，我们编织上针，起右边的横渡线，织针由上往下挂，我们这一针是需要编织上针，那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再把线绕下去，接着两针金，两针金织过来之后，左边进行加上1针，挑起横渡线，线由下往上挂，织下方的线圈，肩膀的针数全部编织正针。这里我们不管前片的针数分针的时候是分了多少针，那么我们编织麻花的针数是固定的，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数一下针数，7针的门襟，1针的上针，8针的花型，1针的上针，针数分的多的情况下直接排花型，针数分的不够的情况下加针的时候我们再来排花型的针数。我们到记号扣2针金的位置进行加针，右边加针，挑起横渡线，我们加针的时候注意一下挂线的方向，右边加针，线由上往下挂线，织上方的线圈，2针金织过来，金的左边加针，线由下往上挂，织下方的线圈，后片的针数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这里是2针金的位置，右边进行加针，挑起横渡线，由上往下挂线，织上方的线圈，2针金织过来，金左边加针，由下往上挂线，织下方的线圈，肩膀的针数全部编织正针。2根金，右边加针，挑起横渡线，由上往下挂线，织上方的线圈，2针金织过来，金左边加针。好，到这个位置我们是需要排花型的，我们来数一下针数，左右两边前片花型排针方法相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九，那这里是一针上针，八针的花型，这里一针加针，我们这里一针加针编织上针，线由下往上挂，线绕上来编织上针，我们把这个线圈挑一下，编织上针。这里我们在编织前片的时候锁一下针锁，把花型排出来就可以了。七针的门襟一针上针，八针的花型一针的上针，多出来针锁全部编织平针。这一针是我们上一排挑引反针的一针，我们这一行把这一针引反针消行。两针直接从下方织过来，织一针过来，把这一针消行。之后这里是引反针，第一次织两针。两针织过来之后，这边的针数放在这里不织，翻转织物，翻转织物编织反面的第四行。编织反面的时候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针尖对着针尖挑过来，把线从针的上方拉下去，把这一针拉成两针，反面行编织上针，再把线绕上来编织上针。反面行我们在编织的时候不加针也不减针。好，我们在编织反面行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这里有一针是麻花的隔针，反面行编织下针，线绕下去编织下针，接着线绕上来编织上针。反面行编织的时候不需要加针，正面行加针的针数，反面行也是编织上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反面的第四行编织到左手边前片的位置，我们来看一下左边前片位置的引反针数。